佛说阿弥陀经，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夏威国，其书及高度园有大比丘经1250人居，该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悉，中路舍利弗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伽叶，摩诃伽旃延，摩诃古伊罗，离婆多，鸠离，盘多伽，难陀，阿难陀，罗诃罗，交换菩提，宾陶罗婆罗多，伽留多夷，摩诃伽宾那，波咕罗，阿耨老陀，如是等诸大弟子，并诸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化王子，阿耶多菩萨，乾多诃提菩萨，上精进菩萨，有如是等诸大菩萨及释迦梵音等无量诸天大众故。你是佛告中老舍利弗，将是西方过100000亿佛土，由世界名闻极乐，其土有佛和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舍利弗，彼土佛国名为极乐，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由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七重难顺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书，该是四宝就在为了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由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达功德水，充满其中，池底顺以金沙布地，四边皆多金文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，亦以金文琉璃玻璃车轱、车柱、马路而掩饰之。池中莲花，大如车链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美妙相接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国土上作天额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，五天曼陀罗花，其土众生上以清淡，各以一界成种妙花，共用他方100000亿佛，即以时时还得本国，凡事经行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复处舍利弗，彼国尚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徛宁并徛共鸣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唱五根五力，七菩提分，八圣道分。如是顶法，其土众生闻是音意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。舍利弗，汝不为此鸟，实是罪报所生，何以食何？彼佛国土无三恶道。舍利弗，彼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，又令发音宣流变化所作。舍利弗，彼佛国土微风吹荡，诸波行树及波罗蜜出微妙音，譬如碧千钟乐，东西古作，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经之心。舍利弗，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舍利弗，吾汝以云何？彼佛何故
和阿弥陀，舍利弗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是故何为阿弥陀？由舍利弗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舍利弗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有今十劫，由舍利弗，彼佛由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，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由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众生圣者，皆是阿弥陀佛，其中都有一生宝处，其所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成彼国。所以者何？得有如是诸上善人故会一处。舍利弗，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，即其名号，六一日、六二日、六三日、六四日、六五日、六六日、六七日，一心不乱。既然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无诸圣众现在其前，是临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舍利弗，我见是你故说此言，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成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东方亦有阿处比佛、须弥相佛、大须弥佛、须弥光佛、妙音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有其故出广中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实言，入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获念经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顶佛、明文光佛、大严坚佛、须弥顶佛、无量精进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有其故出广中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实言，入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获念经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动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不相佛、净光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有其故出广中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实言，入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获念经。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严坚佛、最胜音佛、难诸佛、立胜佛、蒙明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有其故出广中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实言，入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获念经。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须诸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达摩佛、法动佛、持法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有其故出广中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实言，入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获念经。
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释王佛、向上佛、向光佛、大严见佛、十色不化严心佛、娑罗世王佛、不化德佛、见一切义佛、如须弥山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有机构出广中摄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是缘，入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一切诸佛所获念经，舍利弗，吾汝以云何？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获念经？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经受持者，即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为一切诸佛所获念。该得不退转入，而了堕落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当信受我语。及诸佛所说，舍利弗，若有人以法愿、金法愿、铜法愿，欲成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入，而了堕落三藐三菩提。无比国土，若一生、若今生、若同生，是故舍利弗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成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礼作是言。释迦牟尼佛，令为心难稀有之殊，令有娑婆国土五族恶世、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舍利弗，当地我有五座恶世行处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出难信之法，是为心难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弗，及诸比丘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作礼离去。佛说《阿弥陀经》。